今集呢就带大家走访呢个穿越啊。除咗去食鳗鱼饭之外呢，仲带大家去神社度参观添，就好出名嘅冰川神社。之后呢仲会去条埔嗰边睇埋呢个条埔花火大会添。去睇花火大会之前呢，我哋就去搵呢个鬼太郎啊，睇下有冇啲景点係关于鬼太郎嘅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个东京独游游系列呢，记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 我呢个 channel 啊。后面就係冰川神社啦，前面呢好多风铃啊。あれじゃないような気がするけど行ってみる。うん。はい。出社。すごいですか。わあ、好大力不贵啊。哇，勁大個鳥居哦！呢度就係冰川神社啦。哦，我揾個青蛙。这个对的，这个系列，这个系列，嚟到冰川神社，梗系要睇下御守啦。喺柜前面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御珠印本啦，同埋好多绘画嘅款式俾大家拣嘅。如果你拣好咧，之后俾神社嘅巫女帮你祈福，希望今年嘅运程由头行运到尾啦。仲有啊，事事顺利都好紧要噶，健健康康都好重要啫。嚟到冰川神社，梗系要买翻张御珠印噶啦。当然啦，唔少得做御守添啊。我就拣咗一个开运同埋厄除嘅御守，希望今年平平安安，好运来临啦。呢个之后啦。花生果露，花生果露，啊，啊，我摸到啦，哇，正，呢度就市民嘅位置。好啦，而家差唔多十二点啦，仲有十五分钟咧就到我哋嗰台啦。因为仲有八只飞咧就到我啦，所以咧我决定而家就去跑啊！41番号待ちのお客様、確認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続いて1階席の方、2番を押し上げると。大家叫緊呢個號碼。41番の3名様どうぞ。ここ、はい、どうぞ。我呢度系鳗鱼饭，呢个牛肉啦，你可以嗌个饭。唔使，咁我普通噶啦。咁啊，嗌个鱼骨。唔知喎，咁又。睇下俾唔俾先，如果唔俾先嗌，如果唔系就两份。哦，咁啊好。通常会送嘅酒饭，即系酒前菜嗰啲嚟噶嘛。佢 number， 如果系自己 number 就可以有空缺。下一个43。43番のお客様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結構いわゆる。6。
Okay, this is tea. Okay, wait a seat, please. Okay, thank you. 哇，小心啲琴。ご了承、歴史材のおかげの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。普通的鳗鱼饭啦，3900日圓。如果想吃其他咧，如果蛋咧都 OK 嘅，睇下你几日嚟到，跟住会叫杯啤酒，去咗一个叫应该系唐扬炸鸡。佢做呢个饭咧都有一个系可以自己翻去整翻热嘅一个。獨立包裝啦，中央處理嘅一個網頁，喺呢度入色，三個色。はい、じゃあお決まりのカラーからします。はい。It's normal. One or.Eight. Okay. And you can choose the rice. Yes. More. Medium. Medium. Yes. And one small. Yeah. Okay. Okay. Yes. Okay. Thank you. 啱啱咧就嗌咗一杯細啤酒啦，佢俾咗個鰻魚骨。因为啱啱嚟咗一个普通嘅鳗鱼饭，一嚟咧有五个汤啦，系咪好热嘅？跟住头先开啦，咁咧跟住仲有个普通鳗鱼啦，一打开就劲香，唔知个鱼肉点咧？配菜佢呢個燒得比較乾身少少，一打落佢咧面頭係一陣比較焦焦地、乾乾地，但係啲魚肉香都 OK， 可能唔係大份咧，佢肉質唔係幾厚。魚肉面頭咧都燒得幾乾身嘅，魚油都幾香啦。不過魚肉咧一塊厚身啦，一塊就薄身啲。可惜面頭嘅鰻魚汁咧就比較鹹得少少，影響到鰻魚嘅鮮味啊。不過唔緊要，嚟到川渝呢度咧，梗係要食翻條鰻魚咁先開心噶嘛，仲要啤一啤佢啊！當然仲有脆嘅魚骨，如果大家想試嘅話，記得嚟川渝呢度食一次啦，記得要早啲 book 位啊！大約咧就一個普通 size 3900日圓加啤酒600日圓4500日圓，第一次食咗一間大家推薦嘅潮春谷，係咁落到去再分享啦。好啦，啱啱咧就食完小川谷啦，咁我最尾咧仲咗呢个 EPHK 去俾钱。点解呢？首先我现金冇咁多啦，唱咗一炮过俾咗5000日圓落去，咁都几麻烦噶嘛，跟住又要唱钱。咁咧，另外一样嘢就系个汇率问题啦，系啦。咁我唱嗰阵咧0.53幾嘅，所以咧點都用 OnlyPageK 去比會低啲，咁我現金個空間浪資金會大好多。最後咁樣比啦，翻230幾蚊港幣啫，係啦，一個 set 啦，加埋個啤酒 OK。咁講翻個飯先啦，咁我嗌咗一個普通嘅鰻魚 set 啦，係啦，普通 size 嘅啫。
3900 yen。鰻魚咧，我預期中咧，佢係比較厚身啲，因為咧，我見其他人講咧，例如阿 Kiki 同 May 啊，去分享咧，其實係嗰塊係厚好多，係啊，但係唔知點解今次食咧，佢係薄身咗咯。有啲失望，我以為一啖咬落去咧，好肥美，好多魚油啊，但係一般咯，係啦。咁咧，鰻魚嘅味道上面 O K 喎，味道佢又燒得夠焦啦，同埋佢個鰻魚汁都幾正，係啊。咁咧，如果白燒嘅話咧，乜汁都冇咧，我覺得會 dry 啲咯。個啤酒啦，600 yen連埋個鰻魚骨，我覺得 O K 嘅送走，所以。係咯，整體嚟講230多蚊，你喺香港，你喺香港食嘅話，一餐飯都唔止呢個價啦。所以嚟到川渝 try 佢，如果早到嘅話，就盡量排隊攞飛先，跟住先去周圍玩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大約2点钟啦，跟住之後就去調布啦，調布預備去睇呢個花房睇煙花。今日好天啊，我覺得應該是我小吉又在發工啊，雖然不是大吉，小吉都很有用的。好哇，因為咁多喺度摸頭，我摸個頭。哇，呢個洗簡易。乾燥有几多？分数哇，可以遮你嘅喎，捽下去，捽下去，哇，系好 Q 弹遮嚟。它是有几种不同的味道，可以遮你咁，超正。川渝都有一个乜啊？举嘅番碱啊，呢个叫石碱，呢个入肉剂，都是一个遮嚟嘅，好香。好啦，而家就出翻去本川渝站嗰度搭翻车走啦。而家就去呢个调布啊，咁就去深大寺嗰边先，下一站个附近。咁之后咧再搭车落去多摩村嗰边。本身都预咗大约5点几过到去排位，或者5点钟过到去 mark 住 mark 定个位坐低休息下，买啲嘢饮。咁我有包薯片心啦，咁咪依然饮喺度超下，咁 OK 嘅。咁而家搭呢个西武新宿线 SS29 搭去 SS21 东川山住。而家喺東川山站，咁而家咧要轉呢個西武個分子線啊，係啦 ，SK0 去 SK01個分子站，個分子方向2号月台。是一个分子站转 JR 的中央线，即是 JC 的中央线。
呢個三英二叉卡。啱啱落地出嚟咧，就呢度咧就搭1056去呢個調布站集合，即是就去到北合。咁係要揾2站，應該係要過斜對面。跟住個站應該係呢度，係上面電梯位咧，一落嚟就係啦。英65号都得，英65号咧就大约16分钟啦，咁其他都20几分钟、30几分钟。66都 OK， 66都快23分钟嘅啫，都系喺条号赤北口落。当观光巴士咁睇。我啱啱咧，我哋就喺后边搭66号巴士嚟到深大紫通呢个位置啦。沿住呢条路向右行。要見到有排石深大紫東參道，今日天氣勁好啊！應該影依花出嚟個效果應該再靚啲，即係呢個深大紫東參道呢度行，即刻會見到咧有個排石深大紫嘅，會見到有寫住深大紫啦，係啊，我哋就 keep 住繼續行。你途經咧都會有見到好多唔同關於鬼太郎嘅一啲係啊呢個動漫啦，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啊？條波其實好出名係鬼太郎嘅一個市嚟啦。如果行到去嘅時候，就影到啲公仔啊或者鋪頭嘅裝飾啊，俾大家睇下咧。向住深大寺行咧。已經住喺流水社，不動之龍。我哋轉入嚟，佢兩條路都得嘅，佢外圍向入邊都得嘅，外圍就兜遠少少咯。但係經過到嗰個鬼太陽茶屋嘅，鬼太陽茶屋其實都係中間嚟嘅，可以兜落去嘅。到啦，我觉得可以在后面这里拍个 T 先，因为现在都4点钟啦，系啦，咁可以在后面呢摊摊档度拍个 T。有分食先，400。哇，喺度食得几好。すいませ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1個で200円頂戴します。はい。
我啱啱咧喺頭先嗰檔買咗個草莓呢個大福餅啦，係啦，應該抹茶口味嘅，咁試一試佢。OK， 我唔食。OK， 哇！即刻三檔四幾條。真係好大路。唔同咁台賣啊，有平台。而家就去緊深大車門口啊！呢度係其中一個求籤嘅地方。我们这边要放几千块钱。哇，大得小得跟住半得。哇，好大隻。喺深大寺度呢，其实讲得很大。又好似淺草寺咁樣，分咗唔同嘅 area。呢一個啦，跟住行再遠啲，有一條大路闊路，跟住真係正月正堂。之後我未試過連續三次都係吉，第一次係大吉定落雨就整個大吉俾我，小吉就窮噶啦。我覺得今日晴天應該唔止係半吉咁簡單，我大吉都應該發揮緊作用。好啦，其实这几天呢我都去了不同的一些神社啦、寺啦那里收集这个遗珠人的，但是呢今天来到深大寺游，看到啦，删了啦。先就祈求大家身體健康啦，跑步長、跑長有，跑山長要長，有幾長得幾長，有幾高得幾高。好啦，我哋繼續，又有另一個字喎，竹七五三達摩。三大師，再有 poster，
晏晝點半就會開始啦。而家4:20，5:00就過去行多摩村嗰度啦。好啦，呢度就係龜太郎茶屋，全部。呢句700日一杯抹茶，太有興趣啦！有興趣就買啦。就好多唔同鬼太郎嘅產品。哇！鬼太郎嘅啲人都有。哇！攞到隻眼有冇肉喎？哇！以前睇嘅漫畫。鬼太郎肉球啊！有7本，睇下中邊個妖怪。550 yen，鬼太郎嘅沖涼盤都有得賣。鬼太郎同佢老豆手巾，20周年。鬼太郎波子汽水，好完整啊！鬼太郎茶屋啊！如果你想嚟呢度探下鬼太郎嘅话，就一齐过嚟啦！今晚今日有呢个条宝花火啊，所以大家都好多人嚟啊！ね、青いテーブルの上から好きなの持ってっていい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一回か。よし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。だんだん重くなる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日が当たるかな。おい、おい、おい、おい。よっしゃ。好的，持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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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じゃあお釣り先にね。好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ここ天。天。天。おお。じゃ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オッケー。さあ来い。みんな。何が当たるかな。
画好きなの。はい。考え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五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OK、手放しよ。三、緊張。我覺得咧，香港要多啲啲市集咯。基本上香港冇啲市集咧，基本上係悶到抽筋。係低能啲，低能但係好玩咯。大人都覺得好玩嘅時候，一齊玩嘅時候，大時大節或者一啲揾一啲活動嚟搞起個氣氛，咁其實幾好啊！即係我覺得少少一個鬼態咯。點解可以人哋做到，即係令到成個市都咁出名，或者知道佢存在呢？香港冇咧，咁真係唔知啊。五點鐘咁，而家就搭車過去多摩村嗰邊啊。啱啱發現喺多摩村嗰邊塞緊車，但係因為佢都一個鐘，六點半開始，咁快嘅行過去應該都夠九鐘夠時間嘅。我想買個嘢飲先。超靚啦、啊、後面，因為附近都好多呢啲河定溪咧。好大塊農田咧、啊，啲苗真係啱啱嗰條新苗仔。哇！越嚟越多土路人啊 ，keep 咗喺前面咧，應該都係一齊喺度睇煙花。呢度有好多唔同嘅綠地啊！咦？喺度等咩？哇！太讚，過唔到。車が通るぞです。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OK ですか ？OK。道開けて、どんどん。うん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車来る。はい、ちょっと車来る。はい、keep 住都係一成班人都睇同一個方向。哇，呢度正，喺度抹位。我低低低低，我抹到飛。我也不知道。嗯。哈哈。看到了吗？我的东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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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过去同一个方向。系第一次去睇花火大会嘅。我都喺呢个地呢，我都喺呢个地。好长，可以自由观赏。我都喺呢个地，我都喺呢。真的呢？我都喺呢个地。五千蚊。马摩利马斯的。入れない方は入れませんなのか注意ください。ロコと一緒に参加をお進みください。
係我分有料區同冇料區啊，果然好有料，有料真係俾錢咯，真係唔得。所以就直拍。冇料區。通常真係黑到乜都睇。見到咁多人喺度聚集，嗱呢度嘅度聚集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から入れないですよ。止まってください。こちら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、こちら。現在こちら進めない状況になってます。最高だよ。あ、最高。年に1回しか売れない。1回しか売れなくていい。因为要行到入去咧，因为沿路行入去咧，左右两边都好多人，同埋咧要留翻个通道俾大家行，所以咧就见到空位就坐低就算啦。同埋啱啱行到咁上下咧，依家已经开始封啦。
咧就睇完呢個條紅花火啦，超正。基本上咧離得佢太近，只要你揾一個空地，係啦，咁就 OK 睇到。不過咧，因為佢個人流管制咧，佢你要沿岸睇咯，有好多高士咧會遮咗底嗰層嘅，但高嗰層咧係完全影響唔到你。大到咧嚇，喺放大大朵煙花咧，基本上係你眼球一定係有個震撼感，同埋爆完有個光之後咧，你再聽到嘣嗰下，個心都簡直係爽歪歪。再臨尾個 end 影嗰下咧，播呢個幾多百支嘅煙花去，佢先有嗰個效果。如果大家中意穿越呢個地方咧，記得 like 咗呢條片。subscribe 我呢个 channel，share 埋俾呢个朋友仔，当然仲可以 comment 同我一齐倾偈啦。如果想知某啲资讯咧，可以留言或我知噶，我会即时复你噶。下一集咧就会同大家去江之岛一日游，敬请期待啊！好啦，唔讲咁多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